好美啊！新疆其实是陨石的一个富集地，这次有机会能够找找看。陨石，我救你一生，你敢答应吗？啊！找到一个巨大的陨石。陈队，石头层遗址像是时空交错一样，身影相互重叠，脚印相互重叠。我们塔吉克族的英雄就是巴依卡爷爷。巴依卡爷爷一家三代人都在做守护边防的一个工作。爷爷失去了他四个亲人，都没能陪伴在身边。他们其实就是戍守边防的启明星。我们整个追星之旅，我们每个人都在陪伴彼此的成长，我觉得是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永远是追星星的人，永远朝着下一站出发。明天22点档，温暖收官。实力夜拍更添光彩，本节目由三星 S22 系列手机独家冠名播出，活力充沛，心情满分。本节目由康师傅绿茶赞助播出。数字与文化的交融互动，经典与科技的完美碰撞，千年宋韵穿越古今，浙江广电倾情打造宋韵文化推广人古小雨，雨声白骨，欣欣向荣。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富饶的物产资源，自古以来都是沟通东西商贸的重要枢纽。今天各位都是奔跑吧商贸集团的区域代理商，大家聚在这里是因为集团组织了一场内部的模拟业务竞赛。那个沙总，来来来，李总，来来来，李总，来来来，李总，沙总，里面请，沙总。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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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吃啊，我买单。那不行，没事儿，咱东北人不差事儿。不行，北京城代必须得表现一下。有钱没钱，你看别个腰包，我这包比你大。呦呦呦呦呦，看见没？对呀。呀。呦呦呦呦呦。对呀。呀，总代理啊。呦呦呦呦呦。对呀。呀，总代理啊。欢迎到新疆，欢迎到我们昌吉。今天这个本来是说北京跟东北的这个都想表现一下。没想到这人家这儿有更厉害的，到了新疆肯定是我们做东西，入乡随俗，对对对，客随主便了，我们就好吧。来，李总，来来，我在那儿呢啊，你在这儿来，我在那儿呢，东北的。哎，咋儿啊？你稍微吸着点行吗？来，吃着喝着啊，喝着吃着，吃点别客气，你先吃。哎呀，啊，哎呦，来新人了。哎呀，啊，哎呦，来新人了。陆总是吧？哎呦，聂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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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来来来，请请请请。哎，大家先交换一下，互相认识一下，交换一下名片。我再来来来来，来周总。哎呦，你好，你好，哎呀呀呀，幸会幸会幸会。哎呦我，哎呀，不太适应这个场合。蔡总现在可以啊。年轻有为啊，年轻有为啊。温州地区总代理沙总，我东北地区的啊。哦，聂总是我的地区的。谢谢谢谢。哦，你西南总代理啊？对啊。你哪里人？我是贵州。你贵？我也贵州的啊。你贵州哪的？你贵州哪的？完了，西南出现了俩真假真假总代理，咋给西北啊？来，哎呀，工作需要吧，对吧？好的好的，来来来来，这是你的座吧？好的，是的是的。这儿周总坐，来，谢谢谢谢聂总。我这样会不会让人家很有距离感？啥的？嗯，你好像是推销机器人的，未来科技的。
来也不错呀。一会儿白总请你吃一个。谢谢白总。哎呦，白总最近生意挺好啊。哎，那是。白总这小墨镜戴的不错。哎呦，杨总。杨聂总。哟，各位老板在呢。聂总，去年见的。呀，您还是我老板呢，上回。聂总，聂总。是的，是的。最近我升职了。是啊，我看。哎，聂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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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嗨，周总，周总。哎，你好，你好。哎，各位总，各位总，各位总。你有在看我吗？蔡总，蔡总，你好，杨总。辛苦了，周总，谢谢谢谢。哎呀妈呀，来幸会认识一下啊！沙总啊，沙总生意不错啊，体型健壮啊。是不是？哎呀，东北小烧烤吃的。不是，等一下，我发现大家都是区域，为什么我是横店？这里有个温州，温州，这啊，温州，温州的，温州还是个大区域了。横店也不错，东方合理活呀。哎，我们那个魏总呢？魏总菜安排的怎么样？魏总、李总还有高总。魏总，哥哥，你终于想起菜来了。哦，魏总，哥哥，你终于想起菜来了。魏总，我在这儿等半天了。各位，我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西北地区的，也是我们的代理啊。各位哥哥姐姐好，魏总您都亲自给我们给大家来一点水果，享享心意啊。哎呀，聂总是总代理，然后他是高级代理。哟，您只是个高级代理啊？对，我们可都是总代理啊。我们可都是总代理，我们都是总代理啊。哎呦，那边还有一个桌，魏总，去那个桌坐吧。哎呦，魏高代呀，魏高代。怪不得上一个是果盘的。魏高代，你是服务的吧？还有呢，还有一个高代，高代说准备了一段舞蹈。哦，这是我们的西北地区的特色啊！哇塞，期待期待。高代啊，欢迎高代，高代，谢谢高代。高代刚才特别敬业，就即便在舞蹈表演的时候，手里这名片盒还一直拿在手里。哈哈哈哈哈！大家好，我是西林娜一高，你们可以叫我高总。高总，高总，那恭喜大家来新疆。Yakshimsiz。Yakshimsiz 就是你好的意思。Yakshimsi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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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今天这个人是不是也差不多到齐了，就差这个李总了呀？大湾区总代李总还没来呢。大湾区，大湾区有点远呢，到这儿是走水路过来啊。水路。他够了，我晒昏了，我已经融化了，妆都没了。来了，李总来了。李总，嗨！哇，欢迎李总。李总好。李总。李总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是我是那个西北总代理，我叫哎是是不是教会名片？对对对对对对，哎，交一下，谢谢谢谢。那把生意做了大文具总，我们这个年轻的新企业，李总。哎，坤坤哈，哎呀，我也是李总，我代表北京。哎，来叫吧叫，谢谢李总，哎，谢谢。李总李总幸会啊，我是那个东北地区的，东北地区的，对，东北人特别搞笑，特别搞笑。你可不可以多教我一些东北话？好好好，李总你是我的偶像，我们是不是北北？对，我叫安德拉北北。安总，你幸会了。或许听说过横店这个地方吗？白总，不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哎，这是你的地头哎，对啊，要 success， 来来来，欢迎来到新疆，谢谢谢，那你们叫我李总啊，李总，你或者想要叫寇总也行，寇总，寇总好像听讲抠的，来这样，那我应该叫你高总，哎，太好了，哇，这个太酷了，哎，把咱们总代都到了，
咱们干一杯，我们就提一个吧。来，提一杯，提一杯。你真的好高待啊！你怎么这么高级代理啊？这一趴真的好商务啊！真的，谢谢啊！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开心啊！开心！不醉不归，不醉不归。我想来个安慕希。欢迎光临。各位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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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啊！再次欢迎各位老总们的到来，欢迎大家。Yeah. 也再次欢迎上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欢迎李玟 Coco， 欢迎，这也是他的户外真人秀首秀，欢迎。我的第一次就献给了你们吗？荣幸荣幸，开心开心。欢迎聂远，谢谢。欢迎大勋，欢迎西林亚一高，欢迎欢迎欢迎。今天各位都是奔跑吧商贸集团的优秀的代理商。奔跑吧商贸集团是一家从事新疆特色商品贸易，业务遍布全国的大型商贸集团。今天大家聚在这里，也是因为集团想要进一步了解各个代理的能力，选择下一阶段集团重点培养的人才，所以组织了一场内部的模拟业务竞赛。最终比拼的是各个代理商谁赚取的 UP 更多，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集团的重点培养目标。你厉害吗？关于这方面投资这块你行吗？我们温州那一块就是靠这个起家。你问的问题直接正中下怀啊。温州你知道吧？大家作为优秀的代理商，一定要有敏锐的判断力和极强的眼光。为了考验大家这方面的能力，我们给大家设置了特别的障碍。你们十位代理商当中有三条咱们集团的咸鱼。嗯，什么玩意儿？什么人？咸鱼就是平时不是很努力的一些人，本身他并没有资格参与这次考核，但是他们态度积极，所以我们决定给他们一次额外的机会。该不会是个高级代理吧？看着嫌疑就是我。有人录小片了吗？拍小片了。他们的任务是在知道今天所有规则的前提下赚取的 RB 排名要努力进到前五名，我们其他成员就是要努力根据他们的表现来找出这三条咸鱼是谁，每一项任务的规则甚至是答案他全都知道。答案你都知道？透题，人家是咸鱼你还给人透题呢？这是你重点扶持啊，你要让咸鱼翻身呢。这是答案都知道，别紧张，把汗擦一下，别紧张。这是你我是热的，我什么事？周深，你是不是咸鱼？你们还没有开始玩任何一个游戏就开始怀疑我，因为你挂相了，就是感觉你刚跟巴巴的像咸鱼呢。咸呢，一股咸味，哎，他身上一股咸味儿。不是，他不是咸鱼，他是大鱼，大咸鱼。谢谢陈哥。这三条咸鱼当中，如果有两条咸鱼赚取的RB最终进入到了前五名，并且第三条咸鱼也没有被大家找出来，那么就是咸鱼获胜。哦，要全部找出来。是的。如果其余成员找出了三条咸鱼，或者阻止三条咸鱼当中的两条进入到排名前五，那么就是其他成员获胜。啊，咸鱼互相知道吗？知道。你们看看我像有同谋的人吗？刚才你们自己分析一下。清楚规则之后，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投资模拟考核。一个成功的商人对于货品的数量一定要有极高的把控和分析能力。接下来的第一项任务考察的就是大家对于货品是否足够敏感。过目不忘，所有成员有30秒的时间来观察确认一批货物的数量。30秒后，所有成员需给出一个数字，最接近货品真实数量且不超过该数目的五人得分，最终积分超过2分的成员获胜。最接近，那小于等于他，对，就是小于等于。本轮
咸鱼们提前知道每个答案的十位数数字，但他不知道准确答案。大家可以在答题的时候进行观察，谁不知道答案的咸鱼。我跟周深走。我也跟周深走。周深说多少我就多少。我就跌死你。我觉得周深你很可疑。你是知道东西吧，这条小咸鱼。我没有，我不是咸鱼。你看他把水喝，脸都红了。你看他脸都红了。我不是咸鱼啊！急了，他把水都喝完了。深深每次辩解就只会三个字：我不是。那我们马上就要开启过目不忘的第一题，请上菜品。3、2、1，计时开始。这为什么要看呢？可以过去看吗？这看什么呀？这有什么好看的呢？一串啊，那数字，这只能蒙了。这个 OK， 哦，这就记住了。对，数清了吗？差不多。你能看到全部吗？在那一个地方。没事，我就跟着周深就完了。还剩10秒，你会后悔的。3、2、1，时间到。OK。不会是问有多少颗吧？应该就是问有多少颗。真的假的？你看那种特别淡定的，一定就是咸鱼啊，数都不带数。请问，盘中一共有几颗葡萄？你看看，你看看，写玻璃上吗？写玻璃上，然后它好擦掉。咸鱼就是不一样啊，啥都知道。这个你用个白板吗？你们写完了？嗯，太快了，你们写的人。我们都是靠数的，有啥好想的？对啊，只有知道的人才会去想啊。对啊，有意故意犹豫。你们仨会不会太统一了一点？太快了，你们写的。来，请亮答案。沙哥是多少？40到50。不行，给一个。哪有这样的？你不如说1到100，淘汰淘汰，这不算，这个就直接出局。最后一名，我是估了一个大概嘛，哪有这么估？那你咋不估一串呢？49。刚才大家看到这一盘葡萄，一共有64颗。猜的有点太近了吧？有60颗吗？这个就有点可疑了啊！这个哦，我闻一下你，有点咸。他也知道没有？56。我本来写57，因为我喜欢六那个数字，所以我写50多。我只知道是五，我感觉是50多。另外的五位成员尝到了小失败的味道，所以请接受一次酸涩的柠檬汁惩罚。啊！这次就被惩罚，第一个游戏就被惩罚了。一把喝一杯呀、啊！我可以替谁分担一下？替我干了。可以，去吧。来吧。啊，这个好像比上回的酸一点啊。我替沙总去一杯。来，周总，我们俩。Oh my god！ 加油！你看，这怎么还馋了呢？深深。至于巨酸，巨酸。白鹿，你觉得世界上最酸的是什么？对，最酸的是人参。对不起，深深，那这个好喝，还有那个飞鱼好吃。那这个可太好喝了，天堂是吧？这个。好，我们第一题的结果已经出来，大家也可以根据这个数字情况来分析一下谁可能是咸鱼。我觉得能往六上猜的人，对，就你猜，你想知道答案的人，他知道他是6开头，对不对？对啊，那他肯定就不会写6开头。这是辩解的环节。那不一定，那是你已经想好这理由了，你才写。你知道吗？你把写的是60，对，你想你最完美的答案。而且我问你怎么写的时候，你说你瞎猜的。我帮你们捋这3个人，为什么把自己给爆出来了？我觉得咸鱼第一把他肯定会想要先藏一藏。他们可以先藏一藏。我猜是扣扣姐，因为她是最离谱嘛，隔得最远。还有更离谱的，还有白总，我最离谱，白总的呢。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呈上第二道菜品，有请。哦，这是什么东西？馕吗？这是啥？哎，什么呀？活的吗？会动的耶。
哇！哇！怎么数啊？鱼，你咸鱼，看不清啊，真的。我在这儿看全重影，我是。可以走近看吗？这怎么看啊？更查不出来了，更查不出来。你们怎么还这么懂节奏？这怎么搁电击了还咋的？刚才还静静的呢。这个有点难呢，消停了，这真的数不了，这怎么数？每次数到二就得重新来。时间到，请问这一缸泥鳅一共有多少条？哎呀，瞎蒙了。我们要互相看一下眼神吗？我的眼神还行吗？还挺真诚的吧？你刚刚就数得很清楚了。其实以我对陈哥的了解，他水桶特别让你迷惑你，那个误导你。不，他每次都是百口莫辩的好人。迷惑不了，是吗？迷惑不了。请亮答案。聂老师36，陈哥50。37。哪里看到50？正确答案是40条泥鳅。我刚才写的40，我给擦了。你知道我是怎么算的他的这个数字吗？我觉得一个泥鳅可能跟一个手指头一样粗，然后想10个手指头放在这儿大概有多大，然后就算了一下它有多少面积。挺聪明。谁最接近？别紧张。彪悍了，彪悍了。我刚才写了40，我给擦了。我刚才想写33。我最少32。大家没什么要分析的，我就给大家讲三题。你在这儿大智若愚。你得分析。你第一轮也得分了。你得分析。你第二轮也得分。这跟得分没关系，你得分析。你不要找这种理由。哎，你不要说你年纪蛮局，他3、4名、4、5名在那忽悠。喝你的柠檬汁吧，少说话。好，如果大家没什么要分析的，我们就给大家呈上第。接下来是第三题。大家都知道新疆的水果享誉全国，新疆好水果造就了安慕希新疆哈密瓜好酸奶，这也是今年安慕希的新品。新疆产地直采哈密瓜，果肉粒粒饱满，每一口仿佛都喝到了哈密瓜。接下来请大家前往烤鱼区进行参观。30秒。又烤鱼了。给我来2瓶安慕希，谢谢。狂饮一下，狂饮一下。1、2、3、4、5、6、7、8、9、10条鱼。你这土豆呢？开始了，1、2、3、4、5、6、7、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我要数数啊！你们在捣乱。那不可能，上面鱼吧？上面鱼多少条啊？你不是知道吗？所有的答案。我哪知道？我哪有你知道啊？你还厉害呢！你们怎么咸鱼还起内讧呢？问啥呀？请问烤鱼、煤球和安慕希新疆哈密瓜口味酸奶一共有多少？哇！哎！哇！哎！挡住了！请亮题板。正确答案是。一共有75个，分别是烤鱼10条，安慕希15瓶，煤球50颗。我终于翻身了，你看。哎，爆了爆了！魏大勋3把都中了。你不能因为我玩游戏能力强，就是因为你这样。你不能因为我玩游戏能力强，因为我优秀。你这样，你还玩游戏强？你不知道内幕，你。你不能因为我玩游戏强，你都是这样，你就排挤我，你就孤立我。百口莫辩，魏大勋。好，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后一题了。请问桌上这盘瓜子有多少颗？哎，那他给嗑了，嗑了的咋查呀？我还得数他吃过的呗。他吃过的这个咋算啊？算我们原始的是多少？数皮儿啊，两个皮儿算一个是吧？那我嗑着有点碎，我给你放回去。好，凭个感觉吧。
好久。魏大勋知道答案，然后开始想想再想怎么着吧。这把就不用演了，再演就进不去了。请亮答案。你这65是？你俩现在就属于自爆了呗。60？这不是这有100个？怎么没有啊？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一共有。252颗，252个，这也太可疑了！我再闻一下你，我不，你太滚了吧你！我自己都已经有点就是有口难辩了。你真的你在装，因为我说你连续3局都得分了，说你第4局故意不得。咱俩一样，你为什么踩我啊？因为我隐藏得更好。多少？他写65。你，哎呀，别用这种眼神看我。你跟李总，你俩有点嫌疑了。你俩绝对一个60多，一个70多，你俩太假了，你不知道了吧？我跟你说，我数那一圈都有65颗，你知道吗？不是，难道输了也是一种错？咸鱼不是应该努力赢吗？你也没少赢啊。魏大勋3把都中了，哇，好可疑啊！李总跟魏总不是，我真是我觉得他没那么多场上的魏总，我真不是，我真没觉得他有那么，你真有，他绝对有问题，我没有问题，绝对有问题。现在第一项任务已经结束，请大家来推测谁是咸鱼，撕掉他的名牌就可以知道他的身份。我觉得沙溢、baby 和白鹿他们仨肯定不是。你们给一个范围嘛，想让魏大勋、周深、Coco姐，高中也可能是那个咸鱼。这一盘葡萄一共有64颗。哇！猜的有点太近了吧，这个就有点可疑了啊。我自己都已经有点就是有口难辩了。魏大勋3把都中了，你真的你在装，因为我说你连续3局都得分了，所以你第4局故意不得分。我觉得咸鱼第一把他肯定会想要先藏一藏，先藏一藏。我猜是Coco姐，因为她是最离谱嘛，隔得最远。你相信我，你验一下，他绝对有惊喜。节目组不会再把这么重要的任务给我了的。不不不，每一次还是给你了。真的是他？我肯定不是。他绝对是。我怎么能干了这事儿呢？你干得了？我觉得以他的智商，玩不对这么多题。你是拿你自己的这个答案反向思考了，是不是？刚才比较了一下，就是每一轮他们差的那个数量，然后基本上。魏总都是比那个稍微少一点点，后来发现自己一直在赢，就爆了一轮，因为他可以控制自己最后一共赢几局。我们先投一波，投，我就投吧。我想看魏大勋，我也想看魏大勋，真的魏大勋，我觉得魏大勋，我也觉得是高总不是，我也觉得你有嫌疑，真的，你绝对是。究竟大勋是不是3条咸鱼当中的一条？高总撕他名牌，这么轻易吗？撕了可就定了啊，妹妹，撕了可就定了。你可想好，要不要换个人？要不要换个人？这两位也可以，你想一想。撕了，他绝对是，相信你的直觉。不是，没有吧？不是，不是吗？啊！里面还有吗？里面还有吗？不不不，你这里头还有一个，你再撕这个，是吧？啊，再撕！你再撕一下这个啊，还要撕。
再撕一下这个啊，还要撕。被骗了，是不是？我就说他很有问题。小老板呢？魏总啊，来来来，请坐，请坐。杨老板了，就你们这个集团这个聚会这个名单，这写的不对啊。没你名字是吧？对啊，那你请我来是什么意思？折磨我，侮辱我。我在这公司干的也挺多年了，挺卖命的。之前也给你干过一个别的节目，你不能这么整我呀。我确实是喜欢摸鱼，但是到坑节上我还是很努力的。对吧？没想到你还是很上进的。我当然很上进了，你以为我该摸的时候摸，该上进的时候上进。这样吧，既然你要翻身，我们可以把你加入到这次考核名单里，但是你要完成一项比别人更难的任务。好，今天所有考核的规则甚至是答案，全在这个文件夹里。嘿嘿嘿嘿嘿，这不赢了吗？这局？嘿嘿嘿嘿嘿。哎，但我觉得你第一局就出来有个好处，就你真的是个咸鱼，很本色出演。你不负众望哎。对，你说中了，好吧。我们当中的一条咸鱼已经被大家找出来了，最终咸鱼当中只要有两位在前五，且还有一位没有被你们找出来，那他们就获胜了。接下来大家可以挑选商品进行投资，来帮助你们赚取二币。我们总共有七位商品，分别是中药材、纺织品、工艺品、香料、干果、水果和奶制品。每一位成员的起始二币是50000二币。大家购买完成之后，我们会公布你们所购买的产品价格是涨还是跌，考验我们的投资的眼光。对，磊觉得哪一个的投资的潜力比较大呀？大呀。那我肯定会跟你说一个不好的啦。哇，因为你是我的对手。我担心了，那如果就是我是那种我什么都想买，这样也行吗？你钱不够啊。对，二币。每一次最多只能投资3种商品。现在请在第一项任务中得到2分及以上的七位成员来挑一种商品，询问它的涨跌信息，帮助你们更好的进行投资。奶制品。奶制品的涨跌情况是。还不如蒙一个呢，我觉得都差不多。纺织品的涨跌情况是，哦，我全部买纺织品。一如既往的风格。工艺品的涨跌情况是。这我这完全是懵啊！我们公司派我来采购是瞎了。我啥信息也没有啊。今天我觉得好货很多啊，正好7月17号是我们喜临门上市10周年喜庆的日子，从这天起有10大专属福利等着新老朋友，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收获多多的喜气。接下来给大家揭晓你们每样产品的涨跌情况。香料在这一交易时段价格是涨那么多啊。你是一只幸运的咸鱼，没想到现在你第一把就翻身了，还要比50%投资回报率。我都想当咸鱼。接下来我们来揭晓奶制品在这一环节的涨跌情况。跌50%。奶制品。奶制品的涨跌情况是。跌了。
来公布水果的涨跌情况。水果的涨跌情况是，水果是吗？确定。好，我信你，我全买你的。水果的价格是，三十，还可以啊，还可以，跟我们温州人走就是没毛病。我们那边的投资的眼光，我估计啊，50%是涨得最高的，应该是一定的。50%了都。接下来是中草药。我买了。咸鱼们真的好厉害，咸鱼们运气真好。咸鱼们不但做咸鱼，还很幸运。哎，我们总公司不提拔我，我三种全是涨的。哇塞，一点信息没得着。太牛了，好厉害啊！纺织品。最后来揭晓一下，纺织品究竟是跌是涨？你从这个画面看到了吧？所有的人都是财迷，哼！那你现在有10万块了，哥哥，支棱起来呢。哎呀，可以啊，10万！哇，周深好厉害啊！哇，好有钱啊！我可以现在全部抛掉然后走吗？哇，为什么我是最低的？白鹿8万，我天哪！等一下，是不是算错了？你买了多少纺织品？3万啊，那就是6万了呀。6万加上你以前的钱啊。他不会算数。对不起，天天天天天。还有原始的了，对不起。今天数学就是从头到尾都是很保持稳定的发挥。太蠢了。好，第一项模拟投资考核的结果就已经出来了，一条魏咸鱼被抓出来。魏咸鱼。所以请小魏戴上你的咸鱼头套，证明你是咸鱼陪伴你。他要一天都戴着这个。不是，还有这个设定？哎，好符合你的气质。啊，太符合你的气质。哎，这样特别像那个清朝的格格，你知道吗？你是尚方宝剑吧？尚方宝鱼，尚方宝刀。接下来大家要前往的是新疆大剧院，感受新疆歌舞的热情和魅力。就坐在我旁边，他的每一个细节我都觉得有问题。因为他是咸鱼，他是咸鱼的样子都很硬性。然后我今天觉得还有问题的是李总，我也比较坏， Coco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有问题。为什么一直以为我是咸鱼呢？因为我连游戏规则都不太确定。我真的不是仙女。我一猜他们就在投出我第一轮，因为我比较能说，就好被投出。喂，真的服了，找一下Coco。好。因为现在李玩大家觉得可疑，争取咱们发票啊，争取三次验员必须有一次他们验的好人，咱才能保住一个。是的。随机应变啊，随机应变，随机应变。好 ，Let's go。我觉得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讲，可能节目组会安排一个老 MC， 然后加上两个嘉宾一起。MC 的话要观察一下是哪一个。我觉得不会是深深了，深深已经当了蜗牛了，不可能再当咸鱼。
把可爱的小动物全部都要分给深深。哎呀，观众朋友们可以猜一下，我究竟是不是呢？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中心的主体新疆大剧院，它以天山下的雪莲为设计理念，是别具风格的新疆文化艺术地标。哦，新疆大剧院，哇哦，哇，好漂亮这地方。哇，真的。哎，你们往上看，往上看，好漂亮，好漂亮，而且修得很好。哇，大场面，大场面，又是大场面了，绝对的，又是大场面。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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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哇哦！哎呦我天哪！是不是也得这样下来？我觉得好像公主的感觉。骆驼，骆驼，哎，骆驼，真骆驼，我骑骆驼。哇，骆驼！好看吗？好看，再演一次好不好？再演一次。老板，回来吧，回来吧。感谢我们的舞团，感谢，感谢我们的舞团。我怎么觉得你真的有点像新疆小伙呢？对，你没有觉得吗？像，很像。留在这儿吧，真的，这个像舞蹈团的队员，刚才那是舞蹈团的经纪人，这都是我们的舞团，感谢啊，跳得特别棒，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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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发奖金啊，发奖金！一会儿发。哎，我要是坐在，我坐在这儿会不会认不出我？我坐在这里。啊、哇，真的很像，你真的很像，还可以吗？特别棒啊！你留在这儿了。哇哦，毫无违和感，不用回来了，真的看不出来。我回去吧，回去我就被开除了。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一段表演是由昌吉市艺术团的舞蹈演员为大家带来的《情满西域》，他们当中有哈萨克族、回族、维吾尔族等等。刚刚看到大家似乎是意犹未尽，那我们也请到了刚才为大家表演的两位老师，来教大家几个非常有趣的新疆歌舞动作。这个舞蹈动作是有口诀的，口诀只要记住这个口诀就学会了。好嘞，是男女对跳吗？这是对对对、哦、对跳的一个对跳的动作、哦。我有拖拉机，懂肩膀。我有拖拉机。好，我有葡萄园。我有葡萄园。快点加给我，快点加给我。对。爸爸不同意。啊，爸爸不同意。爸爸让我考虑考虑。考虑考虑。嗯，对，没了。非常好，对。你问我个问题，我考虑考虑。你问我个问题，我考虑考虑。老师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我有拖拉机，这抖肩特别重要，对对对，有抖肩啊，有个抖肩，还有葡萄园，还有葡萄园，还有葡萄园，嗯，快来加给我，
快点嫁给我。对，除了佟佳琪，还有葡萄园，还有葡萄园，还有葡萄园，快嫁给我，快点嫁给我，和着音乐挑一遍啊。好，开始啊。大家也体验了我们非常有趣的新疆舞蹈，接下来的这项考核任务就要进行一一对决的比拼，请来领取任务卡。一一对决，棋逢对手，成员通过抽签的顺序决定对手，之后一对一跳舞。还真是一对一跳舞，真是跳舞。在舞蹈过程中，先踩到对方脚有两次的成员获胜。脚啊，踩啊，踩脚哦，要踩呀、啊。那哥们不穿鞋子，光脚吗？光脚比较好嘞。有一个踩脚的道具会让大家穿上。哦，你就踩那个、哦、在鞋之上是吧？对。导演，我好想挑战蔡徐坤。好呀。可以吗？可以啊。好嘞。OK OK， 放一放。有请两位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游戏。播他的歌，他的歌有 feel。音乐响起之后，大家随着音乐起舞。现在是跳的阶段，等哨声响起才能开始踩。啊，哨声响起才能踩。这个根本就不是踩脚，这个是 battle 舞技。瞬间被踩到两脚的成员失败。我们来进行抽签，抽到有数字的五个人可以从没有数字的五个人当中来挑选。哎，我一号。不得等让咸鱼先抽吗？那咸鱼后抽，咸鱼跟普通人有什么区别？你的咸鱼头套呢？咸鱼头套。抽到数字的成员二二三四五。哦，我们是被挑选的，我们是被选的。来的是被挑选的。我提议这个按衣服的颜色 ，Coco， 你选李晨。你这个人太坏了吗？你选李晨能赢你？这个反应很慢。你把他踩碎了，他都不敢踩你。他把他摁到地上踩，他都不敢踩你。你把他踩成牛肉干，他都不敢踩你。我是咸鱼。现在一二三四五里面，我觉得三条咸鱼都在里面。我觉得。嗯，我知道，或许他们知道，就是。哦。知道哪个颜色？他们知道哪个颜色有数字。对。十个颜色的签，红的你拿到了之后，你就可以先选择这五个人，就空白了，选最弱的，反正是赢。红黄灰，你咋的？他拿红，你也得拿，至少拿到黄灰。黄灰啊！这一环节，三条咸鱼的优势条件确实是知道哪些签上有数字，可以挑选他们觉得更容易赢的对手。你看，你们先选吧，我不知道选谁。你先选。要分顺序吗？不一定。如果你们不讲究，那你们就自己选好了。你先选吧，我不知道选谁好。我暴露我的身份。我暴露我的身份。你暴露你的身份。我是咸鱼，你觉得香吗？你有点像啊。他说什么了？他说我要跟你玩，是赢了容易暴露你的身份。你说我怎么选吗？容易暴露我的身份。大勋，你先选。我是选他了。你会被谴责的。我在白鹿和麒麟娜依之间。你死定了，他很厉害的。谁呀、啊？谁厉害啊？麒麟啊！麒麟厉害，他厉害，他非常厉害。那我选白鹿。还有谁？还剩谁？现在还剩麒麟、高总和蔡总。我选你。好、啊，我选你啊，爹。好啊，聂总。baby 和西林可以。
那大家决定一下吧，谁先来？你先来吧。那就咸鱼先来吧。我咸鱼先来。啊，咸鱼这么努力吗？那还是咸鱼吗？你还在笑？嗯，他不是选了你吗？笑完反应过来。深深，你要是输给了一条咸鱼，我真的会对你很失望。跟你说，连条咸鱼都不如，好大的侮辱！双方先示意一下，来个碰脚礼。碰脚礼。给了一局。棋逢对手，第一局，请准备。啥歌都这仨动作，我一个记不住啊。换个别的动作。啥歌都这仨动作。靠近一点，靠近一点，快！让我来看看你的眉毛。别挂着人家！你好像一只小青蛙呀！螳螂和小青蛙。我觉得周深，你只想一个小鸟在飞在旁边，像只青蛙，轻啊，这就是传说中的轻功吧？轻功。大勋已经被踩了一脚了啊！1-0，咸鱼加油！来，这么鼓励咸鱼，请继续。现在先跳舞，跳舞呀！我要带上最好的肩膀。还不吹啊！你没踩到我，没有没有，厉害厉害厉害！哎，这招好玩，跳上去了，太精彩了！遗憾，大勋被踩了两脚，那这一局周深胜出，恭喜！陛下，我叫大蓝东八班的，没有人能在我的 BGM 里打败我！来了 ，baby， baby 上，来来上吧。我们不要那么激烈吧。优美一点，优美一点哈。然后等那个哨一吹。姑娘啊姑娘，哎呦，是不是咸鱼提前这一趴都练过舞？哇，好好看。我觉得一会儿你们谁会晕倒吧。亲爱的，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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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一点吧。
是个战术 ，My baby。我这是在哪儿 ？Come on baby， 直接攻击！哇哇哇哇哇哇！我们好像在看那个拳打拳击的场面。前面的优雅全部都不见了，这个才是真实的自己。他先踩到，他先踩到。这舞跳得好累呀！那你们俩跳得好好看，好美哟、哦。怎么踩也这么美，谢谢萌哥，他自己的歌。在这一下队中胜出，太厉害了！我看的是出汗了。我要不是穿裙子，我就给大家来一个那个旋转180，后空翻。你上我上，来，我来吧。好，我们来吧。鞋带紧的都勒到脚脖子里头去了，你说血液都不循环了是吧？来，请准备。耶、yeah, ，大声一点 ，Come on！ 再大声一点 ，Come on，Come on！ Take it easy，Come on！ 谁要做一个 pen dance？ Come on！OK。那味儿了，
的可以，这绝对是踩的。耶耶！完了，我对我自己，我对我自己很宽容。你这是啥？不是，你把这谷歌的我椅子上干了。我搁椅子上了，你看不见这是个鼓吗？那你我放在这里，我摔倒了吗？这老眼昏花，你有个鼓都看不到。到我们了。沙哥喜欢那首王心凌的《爱你》。我跟你突然带了个盆地。爱你是不是？真假的？我们文明一点，我不一定能踩得着。干啥？哎，沙哥跳的小红帽吧。没开始呢，这吓唬人了。哎哎哎哎，哎妈！你好好叫呀！我觉得沙哥可能有点问题。哎，他还蛮快的呀，他那么想赢，怎么就这么想赢？是不是？他好努力，对他好努力，平时不这样。请准备。这啥？这是哪种舞呢？我们猜呀猜。哎呦！老年机器人，讨厌！老年机器人，妈耶！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天哪！拆掉太多的烦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沙哥平时广场舞没少去哈。在广场那一片我还是挺有名的，霹雳舞王老沙嘛。来吧，最后一组了，坤儿和聂总，你俩。小坤儿，你对我客气点，我好大你那么多呢。怎么一上来就道德绑架呢？请两位准备。耶、yeah.。山民族已经我们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他不理我，我们这样，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别的那样有，别的那样有，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哇，他很快啊！这快，这快，这好像足球的传球的感觉。喂，他们还在踢足球，他们跳的，他们跳起来耶！哇！
那个老师肯定是条咸鱼。他气势好强，他好认真。我觉得他绝对是。他肯定是咸鱼，肯定是咸鱼，他肯定是咸鱼。面咸。不是，我跟你说，玩游戏要认真。对，没毛病。对吗？没毛病。对，做咸鱼的一定要进前五，对吧？我说的没有问题。你妈这坑挖的很好。第一局，叶源老师胜出，接下来是两位的第二局。让我来看看。哎，谁坤儿的歌啊？好抒情哦，这么慢节奏。聂老师，天哪，真的是聂老师原来是这样的。叶老师已经累了，痛不痛啊？好，打飞 ，come on， 1-1，挺累的这个啊。接下来是决胜局。这才是在广场上大妈，你我真的。来呀、啊！只要记住，我真的不是咸鱼啊！恭喜戴志坤胜出，恭喜！我们这一局胜出的五位成员还是依次到我们这里来询问我们这一环节所有产品的涨跌情况，来进行你们的投资。最终比拼的是各个代理商谁赚取的二币更多。这个吧，中药材的涨跌情况是涨。沙溢，我刚才可跟你分享信息了啊！我刚才看的是中药，中药还是涨。快，给我跪下！干嘛啊？我好人。啥？我刚才看的是方志还是涨？还是涨？说的是一个吗？你先那边去，你先去那边。他说的是中药啊！真骗我，你个老东西！他真骗你！我觉得沙哥不可信，不敢问。那他也是骗我的。你太坏了！我都跟你说了，上一把，你我说，我真的是他。哦，是吗？哦，好保守一点。奶制品涨 ，OK， 是啥？现在涨的，涨是啥？奶制品。哦，好的。给点信息呗，买什么？买奶制品。你的，全部。给50000给这个奶制品，剩下的上一轮涨的最多的是纺织品，对吧？涨了100，那有可能还会涨。工艺品之前是跌的吧？对。那我觉得这一把可能也会涨。保险一点啊，零点五，赌一下。香料涨，我没有问，就凭直觉吧。
好。中药材的情况是涨。西林告诉我的香料是真，西林肯定说的也是真的，那我就自己的多一点吧。哎，喂，喂，我填完给你啊。我们先为大家公布一下这一交易时段所有产品的涨跌情况。哎，公布了，公布了，公布了。首先为大家公布的是中药材。啊！哦，耶！耶！20%，这涨得好少。20%，还行了。才涨这么点儿啊？你全部？我什么消息都不知道，我就买了个最少的。2号球，好像开彩票了。纺织品在这一时段的涨跌情况是。凭直觉吧。啊啊啊！亏本了！还好只买了一点点。你怎么会投纺织品呢？就是喜欢纺织品这一块，以后就想做服装这一块。不跟咸鱼聊天。我们来揭晓工艺品。工艺品。哦。又买了，哪个赔了买哪个。哎，以后我跟他反着买。刚才空水箱买彩票，33333出来6。哦，我们来公布香料。你买的啥？耶耶耶！接下来就最后的奶制品这一时段的涨跌。奶制品涨。该涨，涨！哇！哇！有两个都涨了，我买了中药、奶制品和香料都涨。哎，我也是这三个。我们一条咸鱼依然在前五当中。哦，前五当中有个咸女。这条咸鱼真的好难搞啊。最终咸鱼当中只要有两位在前五，且还有一位没有被你们找出来，那他们就获胜了。我刚才说了不能让他进入前五，你们都是不听。我们听了，我们没有把他挤出去。对啊，因为我有这种投资的眼光啊，谁也没有办法把我挤出前五啊，怎么办啊？还有谁会是咸鱼把他找出来？大家给点意见。深深来变谁？大哥刚才跟他说的是奶，他跟我说的是纺织，他查的是中药材，是吗？他跟我说的纺织。那如果沙哥是坏的话，那李成就可能是坏的。对，听得好认真。你走开行不行？我帮你们啊。你是个闲人。只有我知道他们是谁，我是想帮你们，我想做个好人啊。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孤立在外面？不是，还有我没毛病啊，我肯定是个好人。那你觉得是谁吗？你觉得谁？我觉得元哥和文杰都有点可能。咸鱼当中只要有两位在前五，还有一位没有被你们找出来，那他们就获胜了。哎，我觉得前五找一个吧。对，那就是。那念安老师。我觉得念安老师从头就开始要立住一个，不管是不是咸鱼，都要认真玩游戏这样子一个人设，一个人设，这样的鱼设。我也觉得。我觉得可以验一下聂老师。聂老师啊。远哥刚才很认真。今天冯曹渊就要败在柳莹手下了。你真的冤枉我了，文杰。你先选吧，我不知道选谁好。我暴露我的身份。暴露你的身份。聂老师肯定是条咸鱼，他气势好强，他好认真。我还听第一，我跟你说，我玩游戏要认真。我真的不是咸鱼啊。前五找一个吧，对。哎。揭晓你们选择的聂远老师是不是三条咸鱼当中的一条？
请聂老师转身。我想撕聂老师。撕一个。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咱俩戏都演得一般呢。哎，姚总在吗？聂总好，来来，请坐，请坐。要到了，要来找我。重点培养的对象为什么没有我的名字？有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公司里啊都说你下来是个比较老派的咸鱼。所以我们这次呢考核没把你放进去。我您不能光听别人怎么说，其实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每一次去对待每一单业务，包括我们付出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其实做的可能方式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想去达成的夙愿都是一样的。有道理，这个你总的来说你还是一个非常上进的人。对，因为我平时见您的机会太少了。你既然都开口了，那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一次机会。加油，聂总，我们全力以赴。来，你这样，你不是围脖。刚刚谁的反应是最失落的？他呀他太失落了，这个都变成木头人站在这儿了。不是我，是姚PD，他心都凉了。我发现天儿只要一那个紧张，他就开始舔牙。哎呀，这回游戏怎么玩啊？没事儿，希望你们能赢啊，话就放在这里啊。哦，这么厉害哦。接下来我们要对大家的商业眼光进行考察，请前往昌吉小吃街。耶，很好啊，新疆很好啊，昌吉。8点多了，8点半。哇，我被这个天空骗了，我以为现在大概是5点6点。谁会想到晚上8点半还需要戴个遮阳帽？等一会儿，聂老师就感觉从第一轮开始就很可疑啊，好像咸鱼队队长的架势。我们就现在就要把最后一条小咸鱼给揪出来。我刚跟深深说的，是西林，因为在推魏大勋出来的那一轮，我就怀疑他了，他用魏大勋保了他自己，故意把大勋撕了之后，让大家去保他，然后他再进前五，然后大家还发现不了他是咸鱼。有可能这盘棋下得这么大吗？喂，他们现在推两个月了，所以我现在下一个游戏我必须要躺平，我不能再吃鱼了，知道吗？你俩反正赢了，你俩就赢了，赢必须赢。那现在我跟大勋我俩就使劲地去争胜争赢，然后你呢再随意一点就好了，然后我们俩就再搅和搅和。欢迎大家来到昌吉小吃街。哦，我们来这里吃东西吗？可以啊。这里是昌吉市打造宜居宜业、活力创新的经典之作，集中体现了昌吉的地域饮食和旅游文化。来，羊肉串哇！新疆羊肉串哎！新疆的啥孜然子？你好不违和啊！他这烤的好。哦，
一点羊肉的膻味都没有哎。第一次吃羊肉，第一次，这好好吃啊，真的很好吃，好吃，好吃。吃够了吗，朋友们？赶紧录节目干活吧，同志们。接下来的考核任务是对大家眼光和判断力的考验。每个人有5分钟的时间，带着两个购物篮去后面的货架上挑选你认为最有用的商品。这些货品是接下来这项任务最重要的一个道具。具体是什么规则，我们到任务场地才会公布。盲选。可是三个咸鱼已经提前知道了接下来的考核任务是什么。第三个任务呢，优势条件就是它那个道具很重要。咱就找球。对，就挑重要道具，这个别人是不知道的。所以三个咸鱼挑选的商品可能会更具有针对性，就要看他们隐藏的好不好，你们能不能发现。 OK， 我们的奔腾 B70 宽敞又有料，购物的篮子就放在奔腾超大的后备箱里，每个人两个。哇，可以远程哦，每个人有两个篮子。那肯定跟着咸鱼走啊，咸鱼拿啥我拿啥呀。你拿假发有啥用啊？我不知道有啥用啊。你得跟着远哥拿呀。我跟着我干啥？我可以换。哎，拿那洗衣粉得了。还拿洗衣粉就够了。哼，我看你们跟我玩啊。这啥？哑铃。大勋都拿了些啥？拿球。哦，要拿小球。这你拿小哑铃。你拿这么多拖鞋干嘛？又拿拖鞋，那我也拿两双拖鞋行吗？这颗球不错啊，拿这么多球啊！拿球是为什么呢？没有，那放那么多球肯定是有原因的呢。为什么这么多重复的东西呢？有原因的吗？我想他为什么放这么多同一类的东西，肯定是有原因的。肥皂来，肥皂，还有原因的啦。你看他那么多梳子，肯定是有原因的。周深，你要不要拿这个？我拿这个干什么？他有这个有原因的嘛？肥皂，他拿肥皂。白露，你再选下去就直接就去浴室了。要洗个澡的要拿来沐浴露。呀，这不是台铃吗？哎呀，让我们装东西，不知道又有什么花样。反正呢，我有台铃超能二代，领跑400，一次充电就可以跑400里。装这点东西根本就不在话下。你看，这还是跟我们跑男联名的款式，好看吗？哦，原来是这样。你不要再装了。你别装了。你是鱼。我是要拿这个来弹。我说他拿那么多球干嘛呢？还是有用的。我们这项任务叫有的放矢。有的放矢，成员们依次拉动弹弓，将自己的购物篮发射出去，击倒更多砖块的成员获胜。其实只是投两个篮子而已。对，就看你篮子重不重嘛。每个人都有两次挑战机会，我们取大家的最好成绩。击倒木块的队员可以了解这个交易时段商品的涨跌。明白了。这个怎么发出去？你这个怎么发出去？你真的是反着这个游戏在玩。对，我这个伞会增大它的阻力，所以我肯定不是咸鱼。你猜是谁？ Coco。 是的。但是他第一轮挺可疑的，但是刚才 Coco 姐秒选了球。没有，他放那么多球肯定是有原因的呢。对，秒选是秒选的球。去吧，池哥。来了啊，来了啊！加油！来吧！算一个。哇哇！
还是得球，还是有球，还是得有球。哦，难怪刚才魏大勋拿那么多大的球。我这次不用球试一个。这很难啊。哇，第二次陈哥击中首个顾客，一个 power 金刚 arm， 大力出奇迹呀、啊。我觉得女生可能拉不动，或者我可能拉不动，要很用力是吗？很用力。啊，把这帽子给你戴上，你看你合不合适吧？我不是咸鱼，但戴上挺合适，挺合适的。接下来哪位成员出战？周深，好，你先包好，深深。篮子靠近篮布的下面一点，靠近它的下面。对，这里。这很难瞄准，怎么瞄准呢？关键是这个，哇！哎，这居然就掉了，这不算吧？不算不算。我们看看今天周深能不能把它弹射出去。我可以，加油！往后，再往后，再往后，往后。一个生动的个人拔河比赛，太难拉了。往下，往下。Yes， 可以的。发射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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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差一点点，差一点。气势很猛，很准，就是差那一点点，非常的准，除了没中。低一点，越低越好。可以，可以。连他带这个一块儿要出去。走。可以。走。低一点，越低越好。可以，可以。连他带这个一块儿要出去。走。可以。走。哇。悲剧啊！怎么还在空中转了有好几圈？我来，魏老师来。那这老师客气了，叫咸鱼就好。他是咸鱼，对啊，所以我们不要跟他去，对，加油队友，再下去，再下去，一、二、三。他主要有球，有点没弄准，有点。嘉宾第一次成绩三个不错。咸鱼好像成绩不错。嗯。咋办？嘉宾第二次挑战，请准备。哇哟！哦，可以，四个。那我去了啊，我先把我的吉祥物挂在这里啊。聂老师力气这么大，哇厉害，为什么咸鱼都这么厉害啊？他塞了很多东西啊，不愧是条咸鱼，好厉害哦。我说使劲往后，使劲，使劲，再使劲，
用身体的重量。啊啊那我上了，加油 ，Coco！ 再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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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发射！差一点点，那我先吧，这个好轻啊！别一只脚在后面去撑着，放手之后得站稳啊！哇，他这个劲儿倒是挺大，高了，太高了！先仅供大家娱乐一下，我下不下得去还不知道呢。可以的，你行的。角度低一点，下去一定要站到地上，我觉得。歪了，你要是不歪，还真能砸到。差一点点。来，加油，可以的。小心去，小心！哎呦我，你小心！哇！行啊！挑战，请准备。会拿一堆炒菜的东西啊，但其实炒菜挺……我以为要干嘛呢？好居家哦。对啊，我要过日子了。我们节目都这么长吗？这一期过日子怎么也得一年。接下来是最后一位成员坤儿出战，做饭的小菜上线了。我在这儿给大家炒个菜啊，加油！你得再往后，再低，再往后，再往后。再使劲儿一点，没有成绩呀、啊，这个很让人难过呀、啊。篮球有机会 ，Come on， 有机会的，我觉得，可以的。再往后，你再踩一格。对对对对对。加油！有比咸鱼高一点就行。在这项任务当中，击中木块的成员稍后可以来询问这时段商品的涨跌信息，来帮助你们进行投资。这也是最后一次让你们赚取二币的机会。让我们前往昌吉囊产业文明小镇进行最后一次交易。分好了，新票分好了。每类超快，一起安住心。
最后一个还奇怪，这个人藏得太深了，一点点线索都没有泄露出来，不会真的是咸鱼踩了咸鱼吧？那肯定的。对，把那些咱们的一起往里投就完了，投了。哦，看这么多馕，好吃的馕，各种各样的馕，哇哦！欢迎大家来到昌吉馕文化文旅小镇。昌吉州作为中国优质小麦大麦之乡，新疆重要的优质小麦生产基地，打造了这个集产品展示区、直播带货区、品牌培育区、文化宣传区等多功能一体化的产业园区。我们将在这里进行最后一次的交易。招了吧？招啥呀？你就是那个最终的那条肥咸鱼。胡说八道！你不是那个肥咸鱼吗？我不是。老实交代。说吧，我真不是。是不是？真不是。好吧。这两个冷板凳是？这是什么意思啊？请坐吧。好，这是目前大家每个人手里二币的排序情况。前五当中已经有两条咸鱼，如果你们能把两条咸鱼挤出前五，或者找出第三条咸鱼，依然是我们其他成员获胜。就是如果等一下已经明了的咸鱼，如果还在前五里面，我们没有找到第三位真正的咸鱼，我们就输了，是吧？是的。周深，你那么高啊？但我又不是坏人，我高无所谓。我知道，不是你，只要保证你不能赔，你千万别买错。对对。所以我会把消息分享给你。我呢，你不分享了。我分享给你，咱俩这个钱数也进不去，根本就。我进得去，他问的可能是将啊。在上一项任务当中，排名前五的成员分别是晨哥、baby、坤儿、聂远老师和魏总。现在你们五位依次可以到我这里来选择一件商品，在这个时段的涨跌情况。挑一个问我。工艺品。工艺品在这个时段的涨跌情况是跌的。啊！它估计是跌的。那我想问一下，香料，香料在这个时段的涨跌情况是，我想查一下这个，来，分享一下这个，香料是跌，别问，香料是跌，别问，香料是跌，给。啊，你跟他，他行吗？我觉得行。工艺品也是跌吧？啥？工艺品也是跌。啊哟！他行吗？我觉得他行。行。男人品。哦。我问到了。分享吗？之前是涨的。等会儿。听我说，这几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咸鱼，我们在这儿分析什么呢？我告诉你，没有你呀，你要啊！你买了，走吧。好，我来。97500，97500。好，结束。最多买3次，就这样吧。全建立在这一把，我就至少来一个稳的吧。好嘞。哎呀，瞎蒙吧，啥也不知道。All in了。All in。全部买的奶，我会不会变得很奶呢？
在这一交易时段，大家订购的货物集中在四种商品里。接下来我们依次公布这四种商品的涨跌情况。首先为大家揭晓的是水果在这一时段的涨跌情况。有点紧张。哎呦，买了，为什么要买水果呢？赌了一把，没赌对呀。接下来为大家揭晓工艺品的涨跌情况。完全肯定是跌。哇！哦，跌50。我不是告诉你这个是差的吗？真的假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呢？他还 all in 了，我跟他讲。你 all in 啊？你真的假的？真的。不是，我跟你讲，有刚才有一个咸鱼把我拉到一边说，他说我跟你说啊，我告诉你，工艺品肯定是跌，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激将我。那么诚恳跟你聊天，你为什么不相信我？透露一点，我们的队友好优秀哦，好优秀哦。什么？我跟你说，这个人有厉害到，真的有厉害到，好想把他揪出来啊！完全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一点都没看出来。我觉得是沙哥。你觉得会是沙哥吗？我觉得有可能。我有预感，我一会儿心灵会受到一记重创。不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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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我会保证你的心灵的。哎呀！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揭晓的是纺织品。好紧张。我就想买。哦，你买中了吗？没中。哇，这个好高！你也买了？我买了一半。哎呀！太好了，你们几个人能够冲进去。好，那我们就还剩最后一个奶制品。就真的靠这瓶奶了。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快快快！我觉得很有可能是10%，好紧张。他们全让我买，让我买奶制品，让我买纺织品。那你为什么不听呢？人类的悲喜的相同。我们可以挤掉他们人了，全部挤掉，全部挤掉，全部挤掉了吗？全部挤掉了，太好了。给我来两瓶安慕希，谢谢。这一杯我干了。这一杯我也干了。那我们来一起公布一下每个人的投资结果。哎，第三，我为他选第三，啊？为什么？哎，第三，怎么回事？哎呀！我是倒数第二，完了呀！那我们现在只能揪第三个人了。这家给你们乐的，刚才我都看着难受了，都有点。有点奶制品，奶制品，这么多奶制品，全房97500。啊，结束。你把谁挤出去啊？这是什么公平啊？这对不对，我前进去呢，全部挤掉
其实就跟坐过山车一样，白欢喜一场。哎，也好，这样也好看啊。怎么了？本来就是嘛，节目就是要有悬念的嘛。已经开始生气了耶。好尴尬，我们还有机会，还有刚才我们的狂欢是什么？刚那一段显得好愚蠢。排名前五当中有两位咸鱼，聂远和魏大勋高居前三，所以接下来如果我们非咸鱼的其他代理商想要获胜的话，就要找出第三条咸鱼是谁，这是你们唯一的获胜方式。真的会绝望，好难。要不然我们每个人讲一些话证明一下自己好不好？好，我觉得啊，根据我的 RB 的钱数，我就肯定不是咸鱼。不一定，我现在我谁都不敢确定。那深深说一说吧，你最高。就是我肯定不是，因为我也一直在努力的找咸鱼，就抓到了我坐我旁边的魏同学。就是这个人呢，真的藏得很深很深。他一定是，我觉得有一个一定是常驻，他一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优秀的演员。天哪，白鹿不会是？不是，你不能永远那么聊，就把我们队友都给说懵了，你这个。我发言。我是歌手，然后我收到这个通告呢，然后就是来，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所有的游戏我什么都不知道，咸鱼我都不知道，我完全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也发言，我也是歌手，收到这个通告，我收到这个通告。你不能学我那一句。我跟你们说，我觉得你也是歌手，不是，我觉得我。首先我不是咸鱼，那我现在怀疑的咸鱼其实是沙哥。你们有人怀疑过沙哥吗？我怀疑过，第二轮的时候就怀疑。就是他跟白鹿玩那个踩脚游戏的时候非常的认真。沙哥平时好像也没有那么想赢，为什么今天那么想赢？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开始怀疑沙哥的。这个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这只是我觉得那一趴游戏对我来讲一点都没有任何难度，而且第一轮开始我的 RB 等一下 RB 就已经心率带心率。这动手段呢，现在测谎仪心电图都给我上上。对，接着多说点啊，然后呢，我为什么那个游戏我要输呢？就是我赢了，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啊。而且你看，我得到了信息，我是跟你分享的。你先别说，沙哥，我不说话吗？你的心跳一直加快啊、哦！那只手别滑了，有了。沙哥心跳127。我的心跳平时是52。我都感觉我刚才是让你们给我折腾的。你现在开始解释你为什么不吃。我不解释了，你们投我吧。我觉得投吧，直接投吧。我们这一次寻找咸鱼的方式就是投票，最终谁票最高，谁就是大家找出来的那条咸鱼。坤儿不是老爹，真不是。你给我一句话证明自己。一句话？就一句话。我不想了，我就傻爹。你们都写他，那我这一票就是证明一下我的第六感。好啊，哎，不商量一下就投了是吧？没得商量了，还有什么好商量？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是你吗？你这么会演？不是我，我已经被你玩弄了好几次了，在这个节目，不是我。千万这个时候不要再有新的乱七八糟的思路出现了。那两个咸鱼看到我们这个状态，他们开心死了。
你应该直觉应该很对的。那我的直觉是这个西林。为什么要怀疑我？觉得你郎采郎。你要怎么证明不是你呢？我又不能贴脸，我还能拿什么证明？他好像有点真诚。我前两个人我都猜对了。那这个是谁呢？真的不是你啊，我一直觉得是你。为什么是我啊？那就是……等会儿，这个局面有点乱了。我按我自己的感觉，我就选他。我累了，毁灭吧。这是我第一个怀疑的人。投了。就这样吧。其实也定了，对不对？投完你们就输了，我告诉你。有投票权的八个人投出的票数是沙哥六票，西林两票。那究竟沙哥是不是第三条咸鱼？请沙哥到我们的中间区域。我要撕他名牌。如果你看到我一捂脸，就是芭比兽，好吗？好好好。来，三，准备，准备，三二一。还好把你给救出来了，他藏了一天，这一季终于赢了一回了，太不容易，好人赢一次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太狠了你们，测谎仪都给上了，大哥今天是儿子。沙哥站到该站的地方吗？我真不愿意跟他了。恭喜除了三条咸鱼之外的七位优秀的代理商获胜，耶！今天的奖品为大家呈上小黄金金算盘，哇，这么大呀！哎呦，还有两份我们的新疆昌吉的大礼包，大礼包，大礼包，来来来来来。今天大家作为奔跑吧商贸集团的各地代理，在新疆模拟参与了商贸任务，哇，太厉害了！感受到了新疆人民的热情好客和新疆的物产丰饶，这也造就了 MC 新疆哈密瓜好酸奶，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建设大美新疆。奔跑吧新疆，欢迎来到新疆昌吉，你们将迎来节目历史上最强大踢馆挑战。居然还有人比我们更强大？于小军、徐梦桃、张常宁、高廷宇、刘根红、张大勋。哇！那边蓬荜生辉，这边瑟瑟发抖。哎！世界慢慢起来，回归关注的头条。前三个环节的后天，两队为各自的队伍争取更多的赞助来参加综合耐力赛的投球。还没咋用劲儿呀，这感谢蓝天下官网中国第一手机热门股不是虚拟娱乐，向下购端送下一个大礼包。网易新闻客户端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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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客